张雨生妈妈露面的这一句话，让陶晶莹当场泪崩。第28届金曲奖圆满落幕，特别贡献奖颁发给已故音乐人张雨生。与张雨生拥有好交情的陶晶莹担任引言人，张惠妹担任表演嘉宾，其中有一段感人的小插曲。张雨生的母亲上台发表感言时，因为眼睛看不清楚稿子，陶晶莹特别在一旁提词，一行一行念给妈妈听，让她跟着复述一遍，让许多网友赞好贴心。但陶晶莹却在看稿途中突然泪崩，事后她也解释原因。陶晶莹昨在脸书谈到这件事，她在帮张雨生妈妈提词的时候，看到稿子上写着谢谢桃子，让她忍不住想哭。但真正让她哭出来的是张妈妈露念的一句雨声，妈妈爱你，这才是让她现场崩溃的关键。陶晶莹感叹，不管过了多少年，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未曾稍减，也永远不会消失。姐祝福张妈妈身体健康。宋慧乔自 PO 照片泄密，鲍克离岛同宿宋仲基。35岁韩国女星乔妹宋慧乔与宋仲基去年合作《太阳的后裔》旅船交往，日前被墨西同游客离岛，前后脚返回韩国。双方事后虽否认，但韩国节目 Section TV 昨爆出先到当地的宋慧乔在南方抵达后立刻换住处，并在私人 IG 上传三张饭店照片，两人同住高级别墅饭店，一晚要价150万韩币，约 4.5 万元台币，双宋热恋船。文在起，乔妹的前度们李秉宪与玄彬都是假戏真做交往，如他与宋仲基擦出爱火也不用太意外。媒体报道他本月4日至15日在克里岛出没，宋仲基7日至13日也碰巧在当地，两人澄清为不同目的到该地，并否认私会。时间意外重叠，但韩国娱乐节目在乔妹私人 IG 发现两间饭店照片，他11日上传位于水明漾地区的高级别墅饭店，时间点正好与宋仲基时间重叠。制作单位实际走访该别墅，工作人员表示，男方进出都戴着口罩，但退房时认出了他的身份，只来到宋慧乔下榻处的男子正是宋仲基。节目更放话下周会播出更劲爆内容，刘若英大陆开唱遭恶整，提词机静播三四星。刘若英我敢世界巡演自去年9月从泉州起跑，唱遍上海、北京、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东京、雪梨等城市后，本月24日奔赴扬州举办中国最终场演唱会。而他演唱会跟工作人员有个不成文的默契，就是演唱会最终场他会开放平时为他恶整的工作人员报酬，他唱人之初时，工作人员将提词机歌词故意打错成三字经的人之初。性本善，他怕笑场，闭着眼睛投入情绪。当他演唱会介绍乐手时，乐手竟故意捉弄他罢演，甚至他与乐手互飙吉他时，吉他手跑还跑给他追。他笑说，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很有气质，你们这样会让第一次来看我演唱会的人以为我的演唱会就是常这样。而他演唱会当天撞金曲奖，感慨说自己并非唱将型或实力派，向来与金曲奖无缘，但为他写歌优秀的音乐人却都不能入围金曲，留下些许遗憾。中国巡演结束后，8月11日、12日他将带着双主唱限定版2017 Rain 我敢刘若男演唱会。时隔一年多重返台湾，小巨蛋飙涨。宋慧乔自 PO 照片泄密，
鲍克离岛同宿，宋仲基35岁韩国女星乔妹宋慧乔与宋仲基去年合作《太阳的后裔》旅船交往，日前被墨西同游客离岛，前后脚返回韩国。双方事后虽否认，但韩国节目 Section TV 则爆出先到当地的宋慧乔在南方抵达后立刻换住处，并在私人 IG 上传三张饭店照片，两人同住高级别墅饭店，一晚要价150万韩币，约 4.5 万元台币，双宋热恋船。文在起，乔妹的前朵们李秉宪与玄彬都是假戏真做交往，如他与宋仲基擦出爱火也不用太意外。媒体报道他本月4日至15日在克里岛出没，宋仲基7日至13日也碰巧在当地，两人澄清为不同目的到该地，并否认私会。时间意外重叠，但韩国娱乐节目在乔妹私人 IG 发现两间饭店照片，他11日上传位于水明漾地区的高级别墅饭店，时间点正好与宋仲基时间重叠，制作单位实际走访该别墅，工作人员表示男方进出都戴着口罩，但退房时认出了他的身份，只来到宋慧乔下榻处的男子正是宋仲基。节目更放话下周会播出更劲爆内容。